今非夜话 ，Say No 专场。同时呢，收听率低。今非夜话 ，Say No 专场。同时呢，收听率低。那台里呢？台里呢？同时也是全台第一。你们了，继续加油，别闹啊！继续好好干活啊！风水宝座轮流转，不对，这宝座本来就是我们的。对，小林说的对，咱们总算是熬出头了。就是，就是，吃什么呀？今天宵夜，人均最多200。200不行，200说的不吉利。陈开业，潘达让你去他办公室走一趟。哦，我先去啊。等我啊！等我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妈！妈！年纪大了，谁也免不了俗。倒不是怕死，而是害怕跟自己最爱的人分开。哎，柯顿，我跟你说呀，陈开业，我妈好像出事儿了。